会啊。 今天准备interview， 嘿，家人啊，啊，我们今天要去约你好朋友信。我跟他不是好朋友哎。啊，对，那他说。恭敬家哎，我有一点嘛偷应他，因为他曾经在一个节目中得罪我，因为他说，我就说我要做唱片，他就说，你以为每个人都可以出唱片啊？ 你有认真努力吗？你有什么什么什么吗？就把我数落了一番，然后我就大哭。我有努力，我有练习的时阵，你是没看到，是因为你没看到我的付出，你才讲这款不认真的话，帮我翻译一下。 我想是应该是说这个，你有没有看到我里面练习的时候多么努力？这是我的努力付出，他都没看到，所以你凭什么攻击宽伟？你凭什么这样说我是吧？你觉得谁的高音比较难听？林俊杰或是清风？<笑>你刚刚不是一直说我没在乎的啊？不是啊，人生还有什么是好在乎的？你还会在乎林俊杰跟清风哦？两个都是我好朋友。那你可以跟他们解释说节目效果啊。不行，你们剪出来绝对不是这样，很少来。我也真的一定要剪出一个，不然谁的 CD 放太，谁的CD你可以听比较久，听太久你会真的受不了。我会。 听清风的多一点吧，所以林俊杰的高音比较难听。OK， 好 ，I got it。